在本愿经卷中地狱名号品第五，你是普贤菩萨摩诃萨，别地藏菩萨言：念者，愿为天龙四将及未来现在一切众生，说三宝世界及阎浮提罪苦众生所受报处，地狱名号及恶报等事，使未来世末法众生知是果报。地藏答言：念者，我今成佛为神及大士之力，若说地狱名号及罪报恶报之事，念者，阎浮提东方幽山何月体为其山溪水无日月光，有大地狱何极无间，又有地狱名大阿鼻，何有地狱名月四角，何有地狱名月回刀，何有地狱名月黑子，何有地狱名月吉山，何有地狱名月铜枪，何有地狱名月铁车，何有地狱名月铁城，何有地狱名月铁牛，何有地狱名月铁衣，何有地狱名月前任，何有地狱名月铁炉，何有地狱名月羊胆，何有地狱名月炮跳，何有地狱名月流血，何有地狱名月惊蛇，何有地狱名月触手，何有地狱名月小卡，何有地狱名月淡眼，何有地狱名月铁腕，何有地狱名月正论，何有地狱名月铁虎，何有地狱名月道亲。地藏必言：忍者，铁尾之内有如是正地狱，其所无限，更有教幻地狱、拔舌地狱、本流地狱、当所地狱、火枪地狱、火狗地狱、火马地狱、火牛地狱、火山地狱、火鸟地狱、火城地狱、火牛地狱、火鹰地狱、古野地狱、北皮地狱、阴晦地狱、小丑地狱、小卡地狱、刀齿地狱、黑恶地狱、铁恶地狱、黑龙地狱、如是等地狱，其中各国各有诸小地狱，迄一、迄二、迄三、迄四乃至八千，其中名号各国不同。地藏菩萨故普贤菩萨言：念者，此者皆是南阎浮提行恶众生，业感如是，业力甚大，令得殊密，令侵古海，令众圣道，是故众生莫轻小恶，以为无罪，死后有报，忏何受之？父子至亲，极乐国别，众年相逢，无庆大寿。我今成佛为力，略说地狱罪报之事，唯愿忍者暂听是言。普贤答言：我已究地三恶道报，望忍者说。令修习佛法一切恶行众生，闻忍者说，速令归佛。
地藏别言，念者，地觉罪报，依书如是。若有地觉，处罪念色，思无境智。若有地觉，处罪念心，夜车失智。若有地觉，互通成佛，诸罪念心。若有地觉，恰修当跳，思罪念破。若有地觉，思诸黑修，探及罪念。若有地觉，一向寒冰。若有地觉，无寒本流。若有地觉，顿非直离。若有地觉，多赞黑枪。若有地觉，为动向背。若有地觉，但烧手足。若有地觉，盘架铁匣。若有地觉，枯着铁镐。若有地觉，金架铁炉。忍者如是顶部，各国恶中，有逼千种业道之气，无非是胆，是体，是脚，是气。除四种物，种业性感，若讲说地狱罪报等事，一一恶中，竟有逼千种苦楚，何况道狱？我今成佛为神及忍者们，若说如是，若讲解说，恭敬不尽。如来赞叹品第六。你是世尊孤身放大光明，遍照百千万亿恒河沙顶诸佛世界，出大音声，普故诸佛世界一切诸菩萨摩诃萨及天龙鬼神临回临定，听我今日称扬赞叹地藏菩萨摩诃萨，有十方世界现大不可思议为神慈悲之力，救护一切罪苦之事。我灭道修入定诸菩萨大士及天龙鬼神等，工作方便，为何是经，令一切众生正立烦乐，说是故意。会中有一菩萨名曰普光，合掌恭敬礼别佛言：今见世尊赞叹地藏菩萨有如是不可思议大威神德，唯愿世尊为未来世末法众生宣说地藏菩萨利益人天因果等事，使诸天龙八部及未来世众生顶受福禄。那时世尊告普光菩萨及四众等：谛听，谛听，我当为汝略说地藏菩萨利益人天福德之事。普光别言：威廉世尊，愿告欲闻。复告普光菩萨：未来世中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闻是地藏菩萨摩诃萨名者，亦合掌者、赞叹者、作礼者、乱摩者，是人超越三十劫罪。普光：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或彩为形象，或土石加擦金文铜铁，做出菩萨一尖一类者，是人必犯生有三十三天，应不对有恶道。假如天福真国，下生人间又为国王，不识大利，若有女人厌女人心，尽心供养地藏菩萨为上，及土石加擦铜铁顶上，如是历历不提，常以花香饮食衣服
精彩动欢，钱宝不定共用，是仙女人尽处一步入心，百千万劫竟不成又女人世界，何况复修除非自愿立果，要受女心度脱众生，心思共用地藏立果及功德力，百千万劫不受女心。佛祖婆讲，若有女人厌食挑罗多疾病者，但有地藏上情至心占力，实庆之间，是人千万劫中所修善心，相貌圆满，是挑罗女人如不染女心，即百千万亿成中尚为王女，乃及王妃，灾富大善，大中佳女，端正受生，诸相圆满，由至心故，占礼地藏菩萨，协佛如是。佛祖婆讲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能对菩萨上情，作诸偈额及歌咏赞叹，香花供养，乃至更有一人、多人如是顶辈，现在世中及未来世，上得百千鬼神日夜为何，不能恶事贴本纪念，何况亲受诸行。佛祖婆讲，未来世中若有恶人及恶神恶鬼，见有善男子、善女人归敬供养、赞叹赞礼地藏菩萨形象，亦往生机会，帮无功德及利益书，亦落气巧，亦背面灰，亦困难降灰，亦一人灰，亦多人灰，乃至一念生机会者，如是之人现劫千佛灭度，机会之报尚在阿鼻地狱受极重罪，故是劫意奉受恶鬼，又经千劫复受贴身，又经千劫奉得人心，创受人心，兵强下贱，诸君不顾，都被恶业来结其心，不久之间复对恶道。是故普讲，机会他人共用，上协处步，何况别生恶见毁灭。佛祖婆讲，若未来世有男子女人久处从政，求生求死了不可得，或夜望恶鬼，乃及家亲，或有险道，或到厌门穷鬼神游，立决岁深转合王禅，民中叫苦参差不落者，此皆是业道轮对，必定轻重，亦难下修，亦不得如男女俗眼不便世事，但当对诸佛菩萨上情，高声转读此经一遍，亦出别人可爱之物，亦衣服宝贝纵横下跌，对病人前高声呛言，我无家定为是病人，对经上前下诸定物，亦供养经上，亦做佛菩萨形象，亦做塔寺，亦莲油丁，亦是上诸如是三逼病人天灵问题，家灵诸色分散，至气尽者，乃至一日、二日、三日、四日，至七日以来，但高声逼，高声读经，是人命中之后，
适用当罪，就我无间罪，应得害团所受刑处，上帝宿命。何况善男子、善女人，自述处境，或家人书，或自述为菩萨形象，乃至家人所为，所受果报必显大利。是故普讲，若见有人读诵是经，乃至一念赞叹是经，亦恭敬者，如是必千方便，凡事顶人，群心莫提，令得未来现在千万亿不可思议功德。佛处普讲，若未来世诸众生等，希望希梅见诸鬼神，乃至诸行，亦彼亦提，亦求亦叹，亦恐亦怖，此皆是一生、十生、百生、千生，过去父母、男女弟妹、夫妻眷属，再有恶处，未得出离，无处希望获得救拔，当故宿舍孤立，书作方便，远离恶道。普讲，如以信力天使灌输，令对诸佛菩萨上前，自心自托处境，亦请人托，基数三遍，亦七遍，如是恶道灌输，经声必是骗术，当得害团，乃至蒙昧之中，应不可见。佛处普讲，若未来世有诸下贱丁人，亦罗亦比，乃至诸不自由之人，各地俗业，要忏悔者，自心占立地藏菩萨形象，乃至一切力中念菩萨名，可万万遍。如是丁人尽处不休，千万生中上心尊贵，敬不敬三恶道苦。佛处普讲，若未来世中阎浮提来、刹帝、婆罗门、中者、居士一切人等及异善种族，有善善者，是男是女，七日之中乍有脱相，处不思议经典，敬为念菩萨名，可万万遍，是新生主，或男或女，宿有拥抱，遍得海团，安乐应用，寿命增长，就是幸福生者，专精安乐，得有寿命。佛处普讲，若未来世众生有业一日、八日、十四日、十五日、十八日、二十三、二十四、二十八、二十九日，乃至三十日，是自力定、自罪结集、定期勤动，南阎菩提众生孤寂动念，无不是业，无不是罪，何况诸情杀害、窃盗、邪淫、妄语、逼迁罪证，令有是实在力，对佛菩萨诸贤性上情，读是经一遍，东西南北必有顺来，无诸灾难。当初古家若中若有，现在未来逼迁罪中，应离恶处，应有实在力，每转一遍，现世令处孤家无诸行变，以失弘益。是故普讲，当地地藏菩萨有如是等不可说百千万亿大威神力，利益之事，阎浮众生有处大事，有大因缘。
是自众生，闻菩萨名，见菩萨相，乃至闻是经三利五利，亦一句一句者，现在寺庙安乐，未来之世必千万生相得端正，生尊贵家。尼时普供菩萨闻佛如来清扬赞叹地藏菩萨意，阿贵合掌，何别佛言：世尊，我救地时大事有如此不可思议神力及大势愿力，为未来众生天地利益，故闻如来威严顶受。世尊，当何名出经，使我温和流布？佛告普供：此经有三名，一名地藏本愿，一名地藏本行，一名地藏本势力经。言处菩萨救阮劫来，发大胆愿，利益众生，是故入定依愿流布。普供闻已，合掌恭敬作礼礼退。利益尊王品第七。尼时地藏菩萨摩诃萨别佛言：世尊，我观是阎浮众生，孤心动念，无非是罪，脱邪善利，倒退初心，若无恶言，念念正业，是顶背林，如利尼陀，忽悠荡荡，渐困渐荡，足步沉水，若地无地色，退无减苦，血转污苦，是地色有大力国，互相互助，宽令乐曲，若达并地，殊性恶乐，无在境力。世尊，十恶众生，众千何间，遍至无量。是诸众生有如处实，临命终时，护庙灌宿，以为设伏，以助见路，亦现幻界，亦连幽顶，亦转托尊经，亦供养佛像，亦诸圣像，乃至念佛菩萨，亦辟支佛名利，一名一号，历临将临尼君，学文在本色，是诸众生所作恶业，计其感果，必对恶处。言是观说为临将临修处圣因，如是众罪悉皆消灭，若令敬畏心术之后，七七日来恭祝众仙，令殊是诸众生远离恶处，得生人天，修行妙乐。现在观说利益无量，是故我今对佛世尊及天龙八部林飞林顶，况如阎浮提众生临终之日，心不杀害，亦作恶言，拜祭鬼神，救助亡灵，何以故？你所杀害乃至拜祭，无谦和之力，利益亡灵，但结罪言，专精侵荡，假使来世亦现在生，得血性分，生临天中，原是临终必助灌宿，助是恶因，亦令是命中人用锐对变，完成现处。何况临命中人在生未经有孝贤君，各故本业助修恶处，何临灌宿敬畏正业？譬如幽灵从远地来，转牛三日，所负大物
强戈霸君，富贵人人敬护消灭，以世之国转福困中。世尊，我观阎浮众生，但领悟诸佛教中乃至善书，一摩一地，一沙一尘，如是利益，世界自得。说是故时，会中有一中者，名曰大辩，是中者究竟无生，化度十方，现中者身，合掌恭敬问地藏菩萨言：大师，是南阎浮提众生，命中之后，消大灌宿，为修功德，乃至实在，助众善因，是命中人得大利益，及害脱俗。地藏答言：中者，我今为未来现在一切众生，成佛为力，略说是书。中者，未来现在诸众生等，临命中日，得闻一佛名，一菩萨名，一辟支佛名，不闻有罪无罪，悉得海脱。若有男子女人，在生不修善因，多做众罪，命中之后，灌宿孝代，为做福利，一切圣事，七分之中，利乃合一，六分功德，心者助力。以是之故，未来现在，善男女等，闻见自修，纷纷依歇，无想大贵，不及利道，冥冥有神，必得最好。七七日来，如痴如聋，现在诸师辩论业果，心定之后，故业受生。微切之间，千万受苦，何况对有诸恶处定？是命中人未得受生，在七七日来，念念之间，望诸骨肉灌宿，有诸福力救拔，故是立后随业受报。若是罪人动经千百岁中无害脱离，若是我无间罪对大地狱千劫万劫应受众苦，何处中者？如是罪业众生命中之后，灌宿骨肉为修应灾，诸作业道，未灾实境，及应灾之处，微暗彩晓，不其有地，乃至诸实，未现佛经，目的现实，如有为实及不艰困，是命中人了不得力，如艰困何经奉献佛经。是命中人七分合一，是故中者，阎浮众生六年为其父庙乃至灌宿，命中之后实在供养至心困困，如是之人尊蒙合力，说是故时，脱离天宫有千万亿，那由他阎浮归神，释发无量菩提之心，大辩中者作礼礼退。阎罗王众赞叹品第八。尼时，地位山内有无量鬼王，有阎罗天子，故意脱离来到佛所。所谓恶毒鬼王、多恶鬼王、大精鬼王、地火鬼王、血火鬼王、赤火鬼王、善用鬼王、灰心鬼王、电光鬼王、龙牙鬼王、千眼鬼王、
淡秀归王、富色归王、诸侯归王、诸侯归王、诸色归王、诸宅归王、诸雀归王、诸禽归王、诸兽归王、诸梅归王、诸善归王、诸面归王、诸节归王、诸险归王、三目归王、四目归王、五目归王、吉利色王、大吉利色王、吉利车王、大吉利车王、阿那扎王、大阿那扎王、如是等大鬼王，各国有百千诸小鬼王，尽故念菩提，各有所执，各有所住。是诸鬼王有阎罗天主、成佛为神及地藏菩萨摩诃萨力，故业脱离，在一面立。你是阎罗天主，何归合掌别佛言：世尊，我等今者有诸鬼王，成佛为神及地藏菩萨摩诃萨力，方得耶处脱离大会。也是我等亦善离国，我今有小疑事，感闻世尊，唯愿世尊慈悲宣说。佛告阎罗天主：诸汝所闻，我为汝说。是时阎罗天主瞻礼世尊及会师地藏菩萨，离别佛言：世尊，我观地藏菩萨在六道中，百千方便离度罪苦众生，不时披冠，是大菩萨有如是不可思议神通之术，连诸众生脱邪罪步，未救之间又对恶道。世尊，是地藏菩萨具有如是不可思议神力，云何众生而不依止善道，因此害脱？唯愿世尊为我解说。佛告阎罗天主：南阎菩提众生，机性刚强，难调难伏，是大菩萨有百千劫，滔滔救拔如是众生，早令害脱，是罪不忍乃至对大恶处。菩萨以方便力拔出根本业缘，离天恶宿世之事，就是阎浮众生结恶失当，选出选入，如是菩萨究竟结束离作道团。譬如有人迷失本家，误入险道，其险道中多诸野车及火龙狮子、顽蛇伏业，如是迷人在险道中，事无之间即造诸毒，有一知识多解大术，善尽是毒，乃及野车诸恶毒等，忽恐迷人欲进险道，离吾之言，脱在男主为何思故离立出落，有何异术令这诸毒？是迷路人忽闻是吾恐之险道，即便退步救出出落，是善知识提起接手，引出险道，免诸恶毒，只有好道令得安乐。离吾之言，脱在迷人，自今以后勿离是道，出路立者自然得出，复顺性命。是迷路人亦生感动，临别之时知识有言，若见亲弟及诸罗林，若男若女，言无出路，多诸毒恶，丧失性命，无宁是将自处之术。是故地藏菩萨故大慈悲，救拔罪苦众生，生临天中。
灵修妙乐，是诸罪障低业多苦，脱得出离应不再力。如弥罗林五力险道，如善知识因接灵出，应不复立。奉见他人，何况莫立？自言因是美国，得害脱境，境不复立。欲再离境，又尚美国，不觉究竟所落险道，迄地失明，如对恶处。地藏菩萨方便列国，使令害脱，生临天中，旋又再立。若业结当永处地狱，无害脱时，你是恶毒鬼王，合掌恭敬别佛言：世尊，我等诸鬼王，积数无量，在阎浮提，亦利益人，亦损害人，各各不同。言是业报，使我惯修有形世界，度恶消现。故人家庭亦生业自乐，中原放下，亦有男子女人修魔法善术，乃至现一番一界，孝兄孝化供养佛像及菩萨像，亦转托尊经烧香供养，一句一句，我定归王敬礼是您。如过去、现在、未来诸佛，赐诸小鬼，各有大力及土地分，便能为何？不能恶事行事，恶变行变，乃至不如意事，均有处下定处，何况入门？佛赞鬼王，现在现在，入定及无阎罗。令如是用火善男入定，我亦各还王地色，令为何入？说是故事，会中有一鬼王，名为朱明，别忽言：世尊，我本业言，诸阎浮临命，生时死时我该住持，在我本愿，心欲利益。诸是众生不悔我意，地令生死故不得安。何以故？是阎浮提人初生之时，不闻男女，亦欲生死但作善事，精益下体，自令土地无量欢喜，永护祖庙，得大安乐，利益灌输，亦以生下心无杀害，出自鲜味供给三庙，及公主灌宿，饮酒食乐，孤家闲观，令令诸庙不得安乐。何以故？是善男时有无数恶鬼及妄量精魅，欲食生血，是我扎令下体土地灵极和合诸庙，使令安乐。利得利益，如是之人见安乐国，便合适合得住土地，还为杀害，接住灌宿，一时之过，还永自修，诸庙古顺，由阎浮提临命将临，不闻善恶，我欲令是命中之人不落恶道，何况自修善根。正我的国是阎浮提行善之人，临命终时，亦有逼迁恶道鬼神，亦变作虎庙，乃至主观宿，因接亡人，令落恶道。何况本作恶者，世尊，如是阎浮提男子女人，临命终时，心色昏昧，不辨善恶，乃至眼你竟无见闻，是诸灌宿，当书写大供养，转托尊经，念佛菩萨名号，如是善言，令令梦者
立诸恶道，诸魔鬼神悉皆退散。世尊，一切众生临命终时，若得闻一佛名、一菩萨名，或大乘经典一句一偈，我观如是八人，除我无间杀害之罪，小小恶业，合对恶处者，心即害脱。复告诸名归王，汝大祖国，令发如是大愿，吾生死中何住众生？若未来世中有男子女人至生死时，汝莫退是愿，终令害脱，应得安乐。归王别复言，愿不忧汝，我必实行念念永护念普众生，生死世时故得安乐。但愿诸众生有生死时，信受我故，无不害脱，亦大利益。你是佛告地藏菩萨，是大归王诸名者，以正经逼前生作大归王，有生死中永护众生，是大师慈悲愿故，现大归心，是非鬼也。却修过170劫，当得成佛，何话无上如来，劫名安乐，世界名净住，其佛寿命不可计劫。地藏是大归王，其事如是不可思议，所度顶天也不可限量。清佛名号品第九。尼时地藏菩萨摩诃萨别佛言：世尊，我今为未来众生演利益事，有生死中得大利益，唯愿世尊听我说之。复告地藏菩萨：如今欲行慈悲，救拔一切罪苦六道众生，言不思议事，今正是时，唯当速说我即涅槃，速入扎毗时愿，我亦无忧现在未来一切众生。地藏菩萨别复言：世尊，过去无量阿僧祇劫，有佛出世，何无边心如来？若有男子女人，闻是佛名，渐生恭敬，即得超越40劫生死当罪，何况所为形象，供养赞叹，其人亦获无量无边。又有过去行好三劫，有佛出世，何不成如来？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，一旦之庆发心皈依，是人有无上道，应不退转。又有过去有佛出世，何菩头摩成如来？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，亦有尼观，是人当得千幻生于六欲天中，何况至心清廉。又有过去不可说不可说阿僧祇劫，又复出世和师诸好如来。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，一念皈依，是人得悟无量诸佛摩顶受记。又过去又复出世和苦流顺佛，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，至心赞礼，亦复赞叹，是人有现劫千佛会中为大梵王，得受上记。亦有过去又复出世和比波斯，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，应不对恶道，上升顶天，修行妙乐。又过去无量无数行好三劫，
又复出世和宝圣如来，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，毕竟不对恶道，常在天上修行妙乐，又过去又复出世和宝圣如来，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，生恭敬心，是人不久得阿罗汉果，又过去无量阿僧祇劫，又复出世和迦叶童如来，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者，超一百大劫生死之罪，又过去又复出世和大通山王如来，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者，是人得悟行菩萨佛广为说法，必成菩提。又有过去有净化佛、三王佛、地性佛、净明王佛、地性就佛、无上佛、妙性佛、万法佛、月明佛，有如是等不可说佛。世尊，现在未来一切众生，若天若人若男若女，但念的一佛名号，功德无量，何况道明，是众生定生时世时自得大利，将不对恶道。若有人命将临，家中眷属乃至一人，为是病人故声念一佛名，是命将临，度我无间罪，有业报定色的消灭，是我无间罪随之激荡，动经一劫了不得出，圣书临命终时，他人为其清念佛名，有时最终亦渐消灭，何况众生自清自念，协合无量灭无量罪。地藏菩萨本愿经观中赞：普贤开门，地藏宏开，三途六道绝尘埃，普供闻如来，受记十载，接引上莲台。南无上主十方法，南无上主十方法，南无上主十方法。